快点啊，越来越多的丧尸出现了、如果再慢的话，这些丧尸就把我给包围了，赶紧的车间的武器出来啊，你怎么还在转圈圈，网络要不要这么差？不行，又来了两个丧尸，我们先把这两个丧尸给解决掉啊，我们重新再点一遍啊，第一款武器应该已经买到了啊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应该在车间的门口啦，我们现在呢把这几个丧尸呢给解决掉。哎呀呀，不行不行，好的好的，就在车间门口，看到没有，大家看到没有，车间门口呢有一款武器装备啊，现在呢我们坐上去坐上去坐上去，哎，什么情况，为什么坐不上去啊？呀，要不然这么倒霉啊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心思啊，一个丧尸200块，我打了这么久买出来的装备竟然不能用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超脸侠。最近呢，我们好久没有来玩丧尸挑战赛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。现在的这四款装备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购买的装备。首先第一款装备呢，它的售价是10000多；第二款装备呢是20000多；第三款装备呢是30000多；第四款装备呢大概是60000多啊。那么我们击倒一个丧尸呢，是赚取200块的金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击倒多少丧尸才能购买这些装备呢？在游戏开始前呢，观众朋友可以提前预测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呢能否成功。如果认为可以的话，就在评论区下方扣一；如果你认为不行的话，就在评论区下方扣二。另外呢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游戏视频，记得一定要给我们点赞支持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挑战吧。好的，我们的挑战开始呢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最近的这个丧尸挑战赛呢，它的难度是提高了，因为我们击倒一个丧尸呢是赚取200块的金币啊。如果按照我们10000多的武器来算的话，我们要击倒50多个丧尸呢才能购买第一款武器。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丧尸挑战赛的难度呢是比以往高许多啊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将这5个丧尸呢给解决掉了。那接下来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购买我们的步枪啊，因为步枪的威力比较大。在购买步枪的同时呢，我们要购买我们的子弹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先购买3箱啊，然后丧尸已经出来了，我们要先把边上的丧尸呢给解决掉，不然边上的丧尸呢就会偷袭我。好的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边呢还剩下3个丧尸，快快快快快，我们把这3个丧尸解决掉以后呢，我们继续买我们的子弹啊，子弹我们多买一点啊。如果这一轮我们把这些丧尸给解决掉的话，那么一会呢我们的金币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000多啊，那距离我们10000多的这个数量呢还是有点差距的。那我们第一轮我们要购买的是我们的这个反坦克的火箭弹啊，啊这个威力还是挺强的。那我们现在呢继续攻打丧尸，这一轮的丧尸呢是出现15个啊，哇，每个丧尸都很凶啊，我们要小心尽量远离他们，如果靠他们太近的话，他们就很容易扒到我 啊所以我们要离他们有一点距离啊。好的，现在这几个丧尸呢我们都解决掉，接下来是第20个丧尸啊，这第20个丧尸呢我们也用很快的速度解决掉以后呢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买我们的这个反坦克火箭弹了。很好很好很好，解决掉解决掉了，现在我们赶紧的，我们的金币呢应该是够了，我们快速的到车间这边，然后这个网络呢稍微有点慢了，网络一直在撞圈圈。好的，撞出来了，我们反坦克火箭弹呢是在哪一个位置，我们来找一下。哎，这个好的，我们直接给它买出来。哎，怎么还没跳出来呢，这个反应有点迟钝呢。哎呀，那高等级的丧尸已经出现了，我们先把它给解决掉啊。哎呀，怎么还没出来啊，我们按道理呢应该坐到这个反坦克的这个火箭炮这边的，但是哎，终于坐下来了。好好，可以了可以了，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周围呢有哪几个丧尸啊。那个高等级丧尸过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发射我们的火箭弹。哎，他们从2侧过来了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，不会吧，刚刚这一架从2侧过来把我给包夹了，结果呢我被他们给消灭掉了。好吧，那第一轮我们买这个反坦克火箭弹的时候呢，我们是失败了。那接下来呢我们重新来一遍呢，我们重新开局一遍。好的，这是我们第二轮的挑战，这一轮呢我们就不买反坦克火箭弹了，我们直接购买小型的装甲车啊。现在我们来到车间这边，哎呀，这个网络有点延迟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跳出来跳出来啊！啊，我们必须要点到我们要购买的选项呢，才能将我们的装备给买出来啊。但是今天的网络有点奇怪啊，一直撞半天，要不要这么不给力啊？哎呀，看来我的网络呢要换一下了。哎，刚刚呢我还是没点到，我们必须要点到第一款装备。好的，我已经点到了，第一款呢就是要我们购买的小型装甲车。哎呦，丧尸太多了，别被他们给包围到。好的，车间门口呢已经有一款装备了，现在呢我们要坐上这一款装备。坐上去坐上去，哎，什么情况，哎，怎么坐不上去啊，啊，刚刚大家看到没有，有个 E 的这个键呢，就是我们上车键呢，我们必须要按上去。但是呢我刚才突然发现这个 E 的键呢竟然是有点隐形的，说明我们坐不上去啊，难道是我这辆装甲车呢离的这个车间太近了吗？哎呀，现在这些丧尸好烦啊，一直追着我。哎呀，啊，那我们这款装备呢已经废掉了，我们要把它给删除掉。我们看一下，可能是这个车间不行了，我们一会儿看一下到前面的那个车间呢能否购买那款装备啊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先把我们的丧尸解决掉以后呢，我们把这款装备呢给它删除掉。哎呀，我们坐不上去，看到没有？真的是坐不上去啊！好吧，我们按啊，把它删除掉。现在我们到前面那个车间呢，看一下放出它以后呢，我们能否坐上去啊？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另外一个车间。好的，现在我们赶紧的把这个武器放出来。好的，哎，同样的坐不上去。好吧，那等于说这款武器呢，它就废了啊，它是真的是没办法做的。那我们只好买别的武器了。我们看一下，现在直接换上我们另外一款装甲车吧。另外一款装甲车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，上次来了上次来了！哇，包围了包围了！小心小心啊！不行不行，我们速度还是不够快啊！这些上次呢，以最快的速度呢出来了。现在这一轮的上次呢是45个，我有好多啊！啊，别追着我啊！哎呀，小心这边的飞机，这边飞机都不好走啊！我们现在先跑一段路啊，把这些上次的距离呢给它拉开，否则这些上次呢就会很容易贴近我的身体啊，然后抓到我。哎呦，小心！哎呀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哇，太多了，这一轮呢，上次呢，总共有45个啊，数量非常之多啊，我们要先把他们给甩开。哎呦，感觉我的子弹快不够用了是吗？哎呀，我的子弹不够了，哇，我们应该没有多少发子弹了啊，快点快点，最后这几发，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如果子弹不够的话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去买我们的子弹了。哎呀，怎么子弹不够用啊？啊，不过我们这轮呢已经打了非常久了，啊，现在我们只能换上手枪了。最后手枪的这几发子弹应该是不够用了，还差几个丧尸啊？啊，没子弹了，这边还有几个，我看一下，还有6个丧尸啊。我们只能再往前跑了，把这些丧尸的距离呢给拉开啊，然后呢在跑的过程当中呢再跑回来这边的箱子这边买子弹。好的，哎呀，什么情况，我被包围了啊，我这也太倒霉了吧。小伙伴，我今天的挑战呢是以失败告终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对呢？